会出现你那情，心袂清，意袂定，请你来上这细命。心上不幸，一片的真心换不一份苦恋情。古早古早，搁较早是有啦，也毋过嘛已经搬来三年啊咧。而且这个人，搁较看起来，小可散散滴，无参像是严太师迄种身份的人，伊会丈人。伊叫什么名？住什么所在？伊叫做李阿仙，外号朴树仙，是住伫咧朴树仙。是毋是开一间茶店，兼会当看病？迄、那个朴树仙？是啊，你放心。恁讲掠走树雄的人，叫树雄，叫温东。是。迄人是毋是时阵头毛白白啊，面闪闪啊，而且伊的面足惨白的，穿迄呐衫吼，敢若伫咧搬戏。对，哎，你哪会知影？顶一爿树雄，就是叫迄个温氏掠去。温氏？啊这，哎，掠行了吼。咱来去抓到一大威神啦！免惊啦！啊，树强啊，顶一回予你遐去，敢毋是？你姑娘去甲解救转来，啊，今嘛搁叫伊去甲救就好啊嘛！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是骗着姑娘？哎，恁两个哪会突然间对树强遐尼关心？无，阮普通时啊，阮嘛是真关心伊，是讲哦，迄个关心的方法，迄无同款啦。所以哦，哎，这样误会啦，是啦，咱用酒话吼，啊，我嘛亲嘴甲树强啊讲哦，讲我要吼帮助伊树林啊去就惊赴考，啊，你若唔相信，去问树强啊，看我讲的有白贼啊无白贼。那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若树强的代志啊，我再过来想办法。好。我先告辞。啊，无，我来顺家。小平。小平，小平，哎，我想到呢，那拢无意思啊，可能是有心思的快。尚有永寿五十年，依法本府不知受留，即刻遣返阳间。
哎呦，咱已经暗时等到即马呢，阿公到即马还唔转来，我干那惊吼，苏强吼会去去受了温神更加大的伤。真是的，我甲你主动出来，实在是我的朋友，因为情况愈来愈差，所以若要出来找朴树先生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你两小吧。阿姊，树林伊奈，我看吼，你将树林插入去，等阿公转来。啊，那树强的代志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啊。这位公主，多谢你送树林转来，我阁有代志，先失礼。咱结婚去吧。拜神啊，拜天拜地，煞人咧拜去破河山，这嘛是一个怪胎。徒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温风山是师的法宝，师父今麦唔是咧拜，而是咧念咒语增加伊的功力。你点点看，我一定拜你用得着。倒位，你去倒。你念你的啊，我要转来去。你要哪样转去？是跟你有关系？那有啥物关系啦？啊，话拢话是你伫咧讲的。你念伊讲啥物？我是运动，念伊佫讲到另外佫一个运动。即摆伫咧半路时，又佫捡了一支半号线。天哪，敢哪有遐尼啊奇怪的代志？你唔信？当然我唔信啦、啊。哎呀，这支半号线哦，我自做囡仔时哦，就养到大汉。将来莫看会发伊着啥物功能，哦，有啦。那落雨天的时哦，我有牙嘴啦，啊牙嘴啊嘛破一空，唔嘛还阁压着雨咧。你竟然将这温龙线当作一支的普通雨线？好，师傅今仔就开，予你开一个眼界，我甲你收你吧。小大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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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会安尼？小大人，我伫遐边仔去看一句，温风线交出来。你免消息，将温风线交予我，无得卡，我会恁甲你讲恁阿爹下落。真实啊，你真实知阮阿爹伫倒位？伊叫陈信侯对无？较早是江南的地官，嗯？对对对，将阮拢算好啊！我已经带你去找恁阿爹。你唔知骗我呗？哼哼哼，要信唔信由在你。辉弟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啥款？嗯？蓝青，阮老三袂下去。等我来去。来啊，好大过来啊！哇，有够气的啦！迄目睭金金看伊坐啊咧遐摆，啊，即个场面无在乎去啊哩啊！哇，我就是安尼讲，我冲过来滴啊！咱袂用冲崩，这温秀布阵伫遮。讲遐话，听人要甲咱叫，咱绝对袂使中伊叫。对对对对，咱袂用个冲动，规天遐走袂去啊！要甲等，等久就是咱的。袂使等的啦，
想知影这微信洞内面吼，是毋是搁任何出口？而且啊，这吼等久着出问题呢，你毋通袂记呢？伊是瘟神呢。神经啊！你即个讲的，我有佮意听。即颗瘟神啊，既然布伫这个瘟神殿在前啊，后手有甚物烂布数，咱也毋知。袂用得等，袂用得等，爱用掠的。嗯。啊，要唔过，咱就无得过。啊，咱无得过。点点，我有啊啦。我甲阿宝啊吼，飞去那边，较莫踏落涂骹，就会使，对唔对？对对对，一波赞，一波赞。啊，无是咧外赞。啊，我问你咧，好，就算你较莫踏落涂骹，飞过甲掠，啊，等下人掠着了，你爱落来？对啦，惊就是惊安尼啦。这，我有办法啦。出来，出来，再个讲，呀呀呀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啦！我还袂发动弹射，难讲伊安尼就惊着啦。温馨啊，小等你就知死哦。小等，我甲神明请几粒温馨药，伊会甲你收啊，你收得来，知影无？哦，神经，那你卡吼都被打到脱啦。嗯，一人抓一边。好，你抓左边，我抓右边，来，准备跳，一、两、三，跳！哈哈哈哈哈！进来，进来啦！哈哈哈哈哈！看来恁无偌命，四个加起来，变到搁较烂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贵，阿贵去，相思在北方。心挂一条分钟，当初恋梦变成水泡，真是了心。去哦，啊你哪个带我回来吃？啊，找无住困啊，唔回来吃要去倒？哈，根本哦，你拄只就唔免对伊出手。人朱君伊本来冇意思要带我去找阮阿爹呢。你的意思是我去唔对了？好啦好啦。孙叔讲我家暴啦，爱管闲仔代志啦。好啦，你若要安怎，你就安怎嘛。你若要找朱坤哦，做你去啦。哎，啊，请你做去啦。哎呦呀，出去啊，气死人啦！你若只个敢若真有个性。无法度啊。都嘛是去阮阿公生派去的，当然我嘛是同款。我想哦，霍树先生一定真趣味，真受欢迎的啦。哎，你哪会知啊？哎，看恁姊妹这样有气魄，这样好耍的个性，嘛看得出来，算是哦。你是算是咧甲阮播，还是咧甲阮哭啊？你莫误会啊，我只是将我所看讲出来而已啊。算你讲的对啦。哎呦，气死人啦！树根走去啊！阿姊，阿公敢要袂转来？阿袂啊，讲啥物带汉哥会出去，谁知会去倒位？安尼，你敢无去万华楼找伊？有啊，啊不过，去万华楼的人，公英姐敢若欢迎公主，啊无欢迎我。为啥？我嘛唔知。凡世田公主较了解。我只知影万花楼是一个有姑娘陪人客的所在，其实我嘛无啥了解。安尼，阿公应该是袂记才对啊。除非吼，阿公另外无对。树林嘞。树林有哪变卡？还是小平吵吵？唔知小平在哪？
你再坐一下。我来这提钱啊！啊！啊，若无，你是希望我来这创啥？嗯？但是算了，烂啊是够啊无啦。嘿，若要食食，就甲算算起来吼，差不多啊，下头700两银呢。啊，你妈佫差300两银哦！哇，目睭金金款的，按查某囝的两双去都晕花呢。你无绝人之路啦，佫想办法啦。什么办法当我想啦？啊，当咱吼所有的亲戚朋友哦，啊，拢招啊啦，啊，咱安尼剩一寡喏，安尼送啊，安尼要鬼拖去的啦，是要安怎样去想办法啦？我即马就提议讲吼，不死心的去甲咱斗三工，来补这个300两银来，安尼就有够啊嘞，对唔？唉，总讲一句啦，弄一阵吼，着阮所掠来才好啦。若毋是讲咱龙凤亭去点着这个着阮吼。我也嘛袂这尔啊贪心啦。阿爹。阿你，我这暗暝了啊无困啦。咱厝内底到底还有偌济钱？我这。小平，你问问这要做啥？阿娘，你莫问啦，到底厝还有偌济钱？我轻轻啊拢伫伊遮啦。我唔急哦，我先摕啦。哎呦，安怎好样？咱哦。欠我一千两呢，那我一千两，你就按送去万华楼哦。万华楼，对，什么万华楼？代志到车来啊啦，阿爸也是老实跟你讲，就是啦，咱有欠人一千两银伫咧啦。这个三工来，咱若无将车的钱摕去害人哦，万华楼的人要掠你去哦，去接来去接人家啦。到时再讲，若真是无法度，我会去办法啦。哈？啊，安怎行？哎呦，啊，你知影讲办法的是在创啥？什么所在拢不要紧，我有办法子。家己我先。啊，不，小平。小平。四舅。小平，你回来。你认得我？会啊，我已经清醒了。清醒也就好。小平，头家啊，头家呢？小平是安怎是？啊，都出来讲问讲厝内有钱无啦？啊，我拢总伫咧食啦。啊，伊讲有急用，啊，都讲啥都要行。啊，但住的情形你嘛是有看到咧。有人敢来骗你？哪安尼是哦？我搁甲伊讲吼，迄三工以来，咱若无一千两银给人吼，伊还互掠去迄个万花楼哦。啊，伊安尼哦，无紧张哦，伊还搁讲要去的。哪样？我哩要甲伊问看卖。用这摆倒转来，啊！恁这摆就用你叫伊去万华楼啊咧。哦，你叫啊？哎，阿树强伊若是讲要去万华楼，啊，恁咱小平就唔免去啊咯。对啊，真。哪会这少？阮厝所有钱拢伫遮。我歹势，铃铛我还阁搁在。小平，小平啊！啊，四舅啊，什么代志？阿贵，阿贵去，相思在北方。
小平，小平啊！啊，四哥，什么代志？小平啊，你开门者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啊，这暗啊，我要睏啊，明仔再讲好不好？你开门嘛，我有话要问你啊。啊，我伫底只问。我离婚哪有要紧的？小平，你房间内面是有人是？无啊，无人啊。我要睏啊啦，无你等下明仔再讲好无？妈哦，要不我明仔再问你。你紧走，搁再一个哪有要紧？你紧走啦！囡仔讲哟，啊，唔是啦，你总是爱饲嘛，对不？啊，咱吼，啊是我都分到这温神挡袂住走出来，咱就再甲抓起来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唔对，啊，万一他不会出来嘞？伊敢唔出来？嘿啊，伊若唔出来吼，啊嘛是搁继续分啊。啊，分到吼，内底有煞三箱，咱才冲入去救人嘛。啊，有理哦，这步敢若袂歹呢？唔，当然咯，上好啊，比恁迄个啊，我有啊。迄个阿伯啊，较好。嗯，好啦，莫甲吐槽啦。啊，那么好开始啊。来。来。哎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，真袂歹。阿哥来咧，哎，阿哥来一人徛一边盘啊，安尼哦。哎，好，来。来，开始来咧哦。好，来。阿伯，向你挥手说啦。火烧山那烧暗时啊的啦，安怎？还阁有啥物无？是啦，我是去想着，敢毋是迄落恁咧捂住的，甲我咧饲你讲啊，想办法救咱啊！嗨，想到这落后步，我看人还袂救出去哦，咱早就叫昏昏死啊啦！我看哦，这一定哦是恁咧个饲猪公咧想的。哎，反正是恁捂住的咧，伊会注意咧。好啊啦，卖钱啊啦。到时就知影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人阿叔哦，对我承认啦。哎呦，你讲这个话足笑可，你知无？嗯，上唔是你认，上你唔认输啊？大家孙仔嘛是恁的，哎。嗯，你讲，东南亚转脸。嗯，笑死人！那山东是你的呢？等你问我要创啥，对不对？都是咩？嗯，我让你望条条呢，白脚白手，袂顶袂动呢，你咧问我？那要知影吼，家己要出去看。看就看，你惊你。上好伊若出去吼，叫捂住来抓起。嗯，希望是安尼，安尼上解好啊。知，啊，就感觉哦，安尼一阵风，为动态安尼散出来，小冷啊，小冷。哎呀，啊，你讲，咱的苗家去让文清知影，刚才来啊吼，就算伊知影，嘛爱去甲伊辩的，伊会无要紧，咱嘛会，会落，会落，来啦，喂，唔信你唔出来。你敢会出现我目前？心内情，伊袂变，
请你来上这细的命，用我一切，用我生命，对你付出着真情。为何今日一切变心，比叹心伤不幸？啊，一片的真心换袂一本苦恋经。阿祖，睏去啊！其他的情形我也不知影，但我也看无啊。刘公子，你是伫倒搭拄到树林的？迄当初敢无其他人甲伊斗阵？我是伫一间山上庙里外面等你。迄个时阵，伊敢若甲你坐凉，昏倒伫个涂骹。山上庙，树林哪有可能一个人走来山上庙？敢若是小平带去的？这搁较无可能。小平是啥物款的人？伊走来山上庙是要从啥的？我一句话，我讲出来，唔得有帮助。你讲。当我扶起陈公子的时阵。伊有甲我讲过一句话，叫我讲送伊去卖仙洞。树林叫你送伊去卖仙洞？但是我根本就唔知卖仙洞是啥物所在，所以讲我就暂时先送去镇内找大夫。阿姊，树林哪会知影有卖仙洞这个所在？即马若要问伊哦，嘛问袂清楚啊。我看，我来去找小平。刘公子，我要出去一转。你是要先回客栈休息，还是？我看，我是先回客栈休息好啦。啊不，那保存先回来，再麻烦你通知我一声。啊是，我较唔接过来。刘馆主，其实你唔免安那客气，你用那招树林送回来，阮已经足感激你了。唔通安尼讲，我只不过是来这游山玩水啊，会当熟识陈公主，熟识你，这算个拢是缘分。啊不，再拜托。嗯，阮阿公若回来，我一定会先甲你通知啦。多谢你，过去。我顺便送你菜，请。哎呀，姑娘，啊，我小平哦，讲伊人无爽快啦，所以都歹见伊啊。啥物人你无爽快？伊昨顿也毋是人好好，若真正无爽快，得要死迄个吼，即马倒伫阮家。有影啦，骗了过你，我绝对无骗你啦。我并无讲恁骗我，我只是有话想要问小平。不过，敢讲恁两个无想要知影小平昨带树林去啥物所在？哦，啊，佮有小平昨回来了，对这件代志有提起着啥个无？这可能吼，伊大概叫袂记来款。恐惊毋是安尼吧？你毋通袂记呢？昨昏小平回来的时阵，我人也在场呢。哦。而且，你人今日开嘴也撇个姑娘，合嘴也撇个姑娘，这是为啥嘿？是不是你嘛感觉小平去拄着什么问题，惊起我知影，实在对我安尼客气？不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安尼。他纯粹是要知影啥物？你讲。树林回去了后，一直昏迷不醒。我是想要问你，迄天是毋是你甲伊斗阵出去？那安尼详细情形，敢会用甲我讲？我咧查吧，看到树林向拍掉，我将伊放开，我就知影，阮阿爹甲阿娘要将伊卖去万华了。可能是安尼。有够无人性！啊，后来嘞？后来，我请你离开。我本来想要送去恁家，谁知影，伊今要将迄支破号线送去啥物卖仙洞，好个女人。我哪可讲，伊拢唔听。又搁是迄支破号线。啊，后来嘞？伊迄时阵真虚弱，实在无得搁惊。
所以叫我将雨伞送去梅山洞，伊留在山上庙休困，我就家己一人去梅山洞。啊，佫后来嘞？后来，我伫半个山脚着昏去啊，雨伞嘛芳去，我佫等伊教我找树林。伊妈唔知去倒位，所以我就家己一人返去啊。安尼讲起来，树林嘛是去予你个害，啊无因遐尔那乖，你阁将雨伞送返去予伊，小小，奇怪，今日小平哪会怪怪？耶！我滚死你们出来！我出来啊！啊！哦，连树啊都错落来啊啦！这附近的茶都换抹甲差不多啊！哎，来啦，咱换这两支。哦，袂歹啊！啊，这靠够啦啦，这大支着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这站这站，来，就用这盖饼。好来，艾瑞。喂，哇，啊，咱遐到底是有效无啦？大车命，画像先忝啊，都忝，当然嘛忝咯，我先忝啊啦，啊，敢那木柴弄完两只手就强要软起啊呾。你哦，你哪样较早讲的？我早就忝啊，我敢会这样画个手要酸死？哎，哇，啊，啊是讲内底迄个哪厉害啊？伊人也袂忝，手也袂酸。哎，伊是有啥物撇步啊？我想吼，一定有诶。你去遐看卖。好，我来。嘿。哎呦，即摆内底关两个，啊，我咧叫变作关三个，安奈对啦。无我看吼，咱休困好啊。休困。嘿啦。好啊，我先休困，啊，你继续下。好，我下了。哎，无咯吼。无啊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咱搁另外想一个办法啦。另外想这个办法啦，是啦，啊，你也有理啦，欸，啊，你意思就讲我办法无好？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讲吼，这实在是较浪费时间吼，啊，咱若继续安尼分落，啊，内底神经的甲阿宝的，唔都互咱分甲变作火炭的。啊，你讲佫敢有理吼？嘿啊，要互关较食开吼。是啦。嗯，甲遮来啊吼。嘿，好，啊啦。哎，哦，你嘛较早讲个，想要忝死哦，我啊！我甲你想个办法，我甲你发休困，我来歹势你。你也是跟我同款，一定无够我好，因为你还未抓到本事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啊，你是上久先啦？敢有人在叫我呢？阿过，阿过去，相思在彼岸。咱是问神的，啊！你面乌甲安尼去见人敢好，歹看啦！来来来，帮你切一下，来来来。
我该去的吼，该去的吼吼。无要去等一下哦。去啦！哎呦，阿好啊，为虾米病哦？我知哦，讲遐尼多也无路用，加讲是容易心急烦。啊无，我要走。 单树强，董明信，啊，这是你哦。嗯，哎，啊，另外一门神奈无来。你是讲神经的哦？伊已经叫文神掠去啊啦。什么？叫文神掠去？啊？是讲伊的功夫毋是比伊搁较好，是安怎哪会叫掠去？伊用困在眠神洞的哦，功夫搁较好嘛，无较拙。 是讲，迄个微生动，我感觉也无啥物货啊。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微生动无啥货？是啊。敢讲你捌去过微生动？哦，哈哈哈哈！一百万我有啊。 几年到呀？啊，没人啊！你跟我做什么人等来？啊好啊！不对，多谢你啦！啊，你笑我笑哦！哎哎哎哎哎！啊，无你今晚是要创啥？我带人等啊，不是要带人去拍的呢？你知影是啥无？我知啊！伊就是要迄个佛堂哦，还有要叫神经牵的迄个陈树强啊！啊，我话你笑不？哎哎哎！哎呦，啊，这过去的代志就煞煞去，莫去讲啊！啊，人今仔树强来吼，是要跟咱斗相共救神经甲阿伯来呢？ 叫神经甲阿宝，哎呀，伊，嗯，便宜，嗯，哎呦，伊是会晓食啦，伊敢若会晓甲伊游魂安尼游来游去，是知影一个乌汉子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照你安尼讲，啊，人会甲会晓安尼游来游去，啊，毋知啥吼，就叫我安尼空，甲倒落去吼。啊，是讲家己的人吼，我也莫甲伊闹开啊啦。诶，我今日吼带来吼，要用一部真赞的防滑的，知无？ 顶摆我甲树强捌用过，顶摆是伊挖我的心啊，顶摆换咱两个，来挖伊的心，安尼，啊树强，你传落好哈，来，你，啊好啦，你先，大人，这个代志你也咧跟我计较，嗯，好，啊是你先，啊好啦，我先啦，来。 树强啦，即摆吼全部拢看你一个人啊啦！啊，你若出啥问题吼，阮就凄惨咯。啊，安啦，即一步我顶摆甲树强都做过啊啦。哎，树强啊，咱即摆会使出发啦，行。哎呦，无咯，不准嘞！你即摆是单树强嘞，你行即个步，哎呦，是敢会看的？啊，歹势，我煞袂记咧啦，是嘞。 叔。 我倒来，运动，你家己自动倒来，真好真好。是啊，我就安尼算算的哦，想讲倒倒来倒咱师你的身躯边哦，也较会出脱。嗯，安尼讲就对啊。等另外一个运动倒来，师傅啊，才决定传授恁全门的功夫——运骨功，保证恁下下去。真实的，多谢师傅。 师傅，啊，这两个毋是门神，啊，伫当时互你掠去。是啊，师傅正想要将伊消掉。要甲伊消掉？对啊，师傅已经连出小心化骨散，只要对伊赢落啊，莫讲是两个门神啊，搁十个来啊，照常消掉。
你稍等下，师父马上来去提化骨散，咱两个啊，用伊两个来做试验。好、哦，师父，你紧去提。臭小囝，枉费我甲捂住嘞，替你安心落体。你竟然，嘘，免试啦，无效啦，惊怎样？唔是啦，哎呦，阁唔是嘞。若要知影安尼吼，迄人就是关你公堂啊，互你先死死去好啊。是，阿婆，你点点啦？哎、欸，是伫讲个啥？徐杰，你也点去啊？我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哦，因两个哦，即马拢活伫我的心啦。安尼哦，即马赶紧要想办哦，甲你两个救出来呢。赶紧，嘘嘘嘘。文道，是，这都是师父精心练出来的消心化骨散。啊，哎呀，让伊消散落吧。师父，我会惊嘞。到深时才分开，目眶。